主料，肥豆腐二分之一块，辅料鸡蛋一个，盐、油、白糖、蚝油、胡椒粉、香油、葱、姜、干淀粉、红椒碎、香葱碎。准备时间十分钟内，制作时间三十分钟到一小时。肥豆腐切成方块，在切好的豆腐块两面撒少许盐、胡椒粉腌制五分钟。把豆腐块先沾上一层干淀粉，将沾上干淀粉的豆腐在打发的鸡蛋液里蘸一下，使其表面过匀蛋液。将豆腐放入烧热油的煎锅内煎至两面金黄呈出，葱姜切片，煎锅内再放少许油，将葱姜片放入炒香，放入煎好的豆腐，倒入半碗水，加一茶匙盐、一茶匙白糖、一汤匙蚝油、四分之一茶匙胡椒粉，小火煮至锅内汤汁快干时，用少许水淀粉勾芡，再淋入香油，装盘，撒入红椒碎和香葱碎。烹饪技巧：豆腐在沾蛋液前一定要用干淀粉拍一下，这样蛋液不容易脱落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。